游戏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，进攻方需要戴上眼罩，防守方需要穿上特制的尖叫鸡鞋。在规定时间内，进攻方需要尽可能用海绵棒击打防守方成员，如果有人被击中，则需要戴上眼罩加入进攻方阵营。每场比赛有时间限制的，早点被淘汰也有好处，对吧？输了就加入攻击方，那个也得分， 对吧？对，也算分，也算分。第一轮常规赛，攻击方腾哥一个人，小宋、沙哥、鹏鹏和晨哥躲避。妈呀！我一个人啊！你一个人打、啊？好，好，来吧，来，离腾哥稍微近一点啊，先让他感受一下你们热烈的氛围。这声音太烦人了，真的是烦人了，太吵，晚上做梦估计都是。准备好啊，1v4，挑战开始。哦，这范围是真大呀。打着了吗？打着了吗？腾哥左手边。啊？啊？打着了，打着了。沙哥被击中，沙哥被击中。你再不喊，他就会被打死了。你咋跑外面去了？我没跑，我在这点上躺着，他给打下去了。沙哥加入攻击方。哦，剩余的三位，你们将面临着两位军艺校草的联合收割啊！妈呀，来，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2v3，挑战开始。怎么感觉不像2v3？干嘛呀？守株待兔，守株待兔，他就是那兔。厉害！哎呀，这当得上，这时候还是小啊。现在压力大了啊，3v2了，来挑战继续。小宋，打没打着？打着了。谁打着谁了？鹏鹏被小宋打着了。不是被我打的吗？你打的是小宋。鹏鹏，快上！咱们四个
我能投降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太吓人了，四个！太吓人了，四个人打一个，一个人一个脚，小宋，宋，一个人一个脚，往中间摸，往中间摸，好狠啊！太狠了，好狠、啊！太狠了！四第一，前所未有的残酷挑战，现在开始。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谁呀？谁呀？哎呀，三个，四个，再推倒四个角，再推倒四个角。哎呀！来，继续四个角，继续四个角。Action！ 还在场内，还在场内。三、二、一，往中间摸。好，好，这谁？这谁？哎呦，不是，是我。师哥，我。在哪儿呢？我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方位封死了，封死了。谁？谁？我。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再往中间摸。我。自己人，我。谁？自己人。我。自己人。扫边。边在哪儿呢？边。是谁在外面按那个？没有人按。你爷。打中。打中。被击中了，啊，结束了，打到了。四打一没打中。妈，刚谁给我一棍子？那个沈腾哥，我呀，啊，这家伙给我打的，下一个又老了十岁。我当时真想把眼罩摘下来，我看看这是谁这么饿的。接下来比拼要升级了，来搞一下场地。哇，天哪！攻守双方都会在几乎没有摩擦力的环境当中完成挑战。最后一轮攻击方是糖糖和花花。萌萌、小宋、杨迪、陈哥躲避。哎，最后一轮降低躲避难度，不穿尖叫机了，好不好？脱鞋是吗？对。陈哥不要劈横叉，其他都好说。哇，很滑哎，肯定滑呀。来喽。哇，好滑。糖糖还没出门，一个屁墩儿。我你是谁啊？我在这儿。你是谁？我花花。你是谁？我来了。一二三。哇，你爬到哪儿都是花花在前面，糖糖全场追着花花打。小伙子腰还不错。你是谁？我
我是花花了。俩人演上偶像剧了。是谁？我看不见你。他俩是演偶像剧，然后和四个群演路过一直。两个人，花花同时击中鹏鹏和杨迪。啊！哦，被击中的是李晨。接下来小宋五打一，还玩吗？玩啊！玩啊！哎呀，你很嘚瑟吗？还玩吗？真正的游戏开始了。哎，这样吧，腾哥，哎，你给我一个方向啊，你把我往小宋的身上推。哦，好。人间大炮是吧？对。什么方向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对，很远啊，在那边上。用力啊！一，没有。二，哎呦，走。走，射！打到了，打到了！咋的了？被晨哥一棍子呼脸上了。你在这儿呢，被人呼脸上了。来吧，让我歇会儿吧。这样，坐那边，感受一下。好。哎呀！怎么样，舒不舒服？这个是顾家家居的云野沙发，又舒服又有支撑。这个坐垫和腰包啊，都是由羽毛来填充的。坐下来之后呢，就可以获得满满的松软感。你可以按压一下啊，它 Q 弹得很。这个一体化的设计，包裹感也会更加的强烈。哎呀，你说这顾家这沙发做的哈，相当的精致啊，连这靠背也是真皮的，这么一摸手感就来了。哎，你瞧瞧这，特别的松软。我先歇会儿。我也想坐沙发，你沙发还挺舒服的。嗯，我这还有个单椅呢，我试试单椅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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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在这儿当裁判吧。你们俩都先歇会儿啊。这两款产品体现了顾家的专业和用心。去顾家家居线下门店，还可以一站配齐全屋家居，省心又省力。哎，这样两位别躺了。哎，来，请上折耳根。折耳根呢，具有清热解毒啊、治疗疾病，包括呢一系列的功效，它还可以抗病毒、防辐射等等，而且是生的。生的啊，不是拌好的。哦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那个鱼腥味。哇，好腥啊！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不想吐，吃完再吐，吃下去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啊，直接去海里，沙滩海浪走起，好不好？走，来旅行团出发去海边。